有没有看到彩虹？你过来我后面看就知道。看到没有？哎，真的呢！哎，真的有彩虹呢！这些东西都是香兰，老婆，他说哦，这个就是香兰做娘惹糕的原料，这样做娘惹糕的香味，这种颜色越深的越好，越它的汁液越多，颜色越深，这种就是刚新出来的，颜色淡的话就是刚长出来，它的汁液还没有饱满，那这个汁特别多，这个汁就很少，所以久了我们就知道了。那它的叶子哈，要给它搓一搓。所以说它的味道就出来了啊，对，所以说它的味道就出来了啊，就是萃取它的这种汁液的味道口味。像以前呢就种很多很多，像以前那个我香兰种，后来这里种会来不及，所以我就在分那个盆大盆大盆这样子。Hi， nama saya Yao Yan Li， Salim Michelle， saya asalnya lahirnya di Indonesia Kalimantan Barat。Papa saya asalnya dari Malaysia Johor, Mama saya dari Singapura. Sekarang saya tinggal di Taiwan sudah 32 tahun. 儿子要上班了。嗯。好，拜拜，小心哦。拜拜，小心。妈，我们去市场了。好，走，好。好，使劲。对呀、啊，要再试，要再菜。今天要再，今天那个送菜的人没有送，要自己去摘。OK， 好。小心呢。好。一般做生意的人一定会在大市场，因为价格上的问题嘛。那等一下到大市场，你有没有想要吃什么东西呢？我看你什么东西要买。有没有要买什么东西？有想要吃的，在印尼没有的啊？有没有想？可以啊。啊，你看一下有想要吃的。好，跟我说哦。现在是我女儿负责开店的，那我大概十点半才会过去。那通常早上就会，她会帮忙去买菜嘛，因为我早上我要备我的甜点。那她早上就会先去市场采买，因为她对食材那种东西也的新鲜啊，或者是怎么样挑选啊，她也比较清楚。因为她以前就是很常，就是开店嘛，然后开店就会很常跑大市场，所以她会比我还清楚。所以这部分就是她负责。他会把关，早上就分工嘛，蒸娘惹糕，然后另外一个是要准备，就是要备料啊，要备料，准备要开始营业了嘛。妈妈自己拿，想吃什么？要不要吃鸡脚？这个豆干你要吗？我自己拿，要用好，不要带。妈妈都在印尼吃不到这些啊，她来这里的那时候我有买给她，她觉得很好吃。对，我叫她自己来挑。嗯，这个豆干。豆干，这是甜不辣。甜不辣，这个鸭卷。嗯，对对，鸡卷。我是很喜欢吃他们的，他的甜不辣真的很好吃，他炸起来超好吃的。刚开始都不知道，都到处逛，到处去买。后来有朋友跟我讲说，哎，这一家的
材料都不错，它所有的那个产品都很好吃，我就来这里吃一吃，吃好，哎，不错。后来有一次，我就跟那个老板，我常常来就有认识的，说我有开店，说我们在香山有开店，他真的哈，他都真的去找我们，去我们那边吃饭这样子。那个都好了哦，都好了哈，了哦、好。Okay. 今天几点开始嘛？一大早就起来。8:30。这是妈妈。妈妈。哎、欸，你好，谢谢。老板，这是怎么呢？啊，那个190，哎、欸，那比较瘦的。对啊，有空要常来玩。你女儿，哎，你好，按过油，哈，我也按过粥呢，哈，好了。这个煮完用饭好吃的，是啊，哎，哎呀，就去点食光饭啦，啊，就，哎，也安尼买吼，用家己解毛，妈妈拍毛啊，多衰哦，妈妈87，哎呦，啊多衰嘞哦，哦，妈妈87，嗯，妈妈87岁，有闲就过来聊哦，好，是梦怡哦，没啊，不会，该是梦怡啦。阿嬷就是她，其实是这阵子她是因为她想要看我们开店的流程怎么样啊，她的孙子开的怎么样啊，或者她的女儿啊，她想回来台湾看看，因为她已经蛮久没有常住在台湾了吧，所以今年其实她来台湾大概半年，对，来半年还蛮久的了。刚好今年就是待比较长，那个是西洋瓜，西洋瓜嘛哈，我们是讲西洋瓜哈。印尼话是讲拉布西亚，你们是印尼人啊？我是印尼华侨，我们这个是煮咖喱，煮咖喱很好吃，煮咖喱非常好吃。啊，我以为是凉拌。没有，煮咖喱，煮好咖喱，我们再加海鲜，再加虾。煮好之后要吃的虾剥好加进去，哇，是哦，这很好吃。你吃煮咖喱，拿来炒也可以。煮咖喱是有汤，炒虾米很好吃。哇，对，我们台湾的也是炒虾，我是炒虾。台湾的市场跟印尼的市场差真的差太多了啦。好，比如说你买猪肉的话，猪肉摊的话，它只有一个小小的摊，现在这个就1/4。我们台湾的猪是很大头，那印尼那边的猪很小，像那个猪腰也没那么大，猪心也没那么大。除了这个，你看绞肉那些，我们台湾自己都是让你绞好好的，我们那边自己剁用手剁，所以台湾真的很方便啊。你要猪排跟老板娘，猪排我要带骨的，他会帮我们切有带骨的，我们。都很喜欢逛我们台湾的市场，因为它什么都有，又很方便。现在几乎都是我在做了，以前是我妈，她会早上很早起来，然后做这些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她就教我嘛，那现在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早上就是我会弄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煮那个钱多啊，就是南洋的米苔木，对。然后后来就11:30，然后我们会一起开店。我们假日是很忙，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很忙。非常的忙。一婷，今天比较晚了，去市场比较晚回来哈。那个菜在后面要人家那个拿下来。几位？四位坐这边好了。坐外面。嘿，几位？啊，一起的。5位坐这边。来，坐这里好了。今天点一碗饭哈，你几位？六个大人，要等哦，要等哦。啊，麻烦你写一下。我是从印尼过来的哈，我出生我是在加里曼丹婚店那边，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妈妈就是做一些点心来养我们啊哈，
把我们八姐妹都带大的，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就我们大家都长大了嘛，长大就把我到雅加达去。那到雅加达之后呢，我毕业了之后就半工半读啊，半工半读就觉得在工作的时候就刚好碰到我的老板，他们都有讲中文啊，那时候想说学中文很重要，所以我就刚好我可以拿到签证可以进来台湾。那我就那时候民国七十几年，我就来台湾哈，在师范大学学中文。那后来就认识我先生啊，认识我先生就然后就结婚了嘛。那结婚了之后生小孩啊，那时候就小孩子在慢慢成长，我们就当我在学校当义工那些啊，那就那时候我就有时候我会做甜点。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我还没有做，那可是有很多很多的甜点我们要吃的，在这里会找不到。那刚开始我在台湾是不习惯，是不习惯我们台湾的甜点呐、啊，那后来就我也回去也会常回去，就带了一堆一堆东西，一堆甜点哈、啊，年耳糕啊、千层啊，来回来就把它冷冻起来，所有吃的。后来慢慢的想说，小孩子慢慢长大，我会常常会做给，就是带给他们吃，他们很喜欢吃，想说好吧，我就要在台湾做好了。我那时候整整的两年在研究。有给我研究出来一些我们的材料，说可以从台湾这里找得到的，因为我们有进口的嘛，那就给我找到。从小就是还蛮以我妈为骄傲的，因为她特别是手艺的部分啊，我觉得从小可能我手机通讯我都叫我妈叫好手艺妈妈，因为她从以前就是比如说国高中的时候，我们不是准备便当吗？那她都会准备就是准备的那个便当菜，就是连我的朋友都想要跟她换便当，跟我换便当。因为我的菜就是有时候很特别啦，都会有一些什么南洋咖喱啊，就是咖喱鸡或者是那个印尼的臭豆啊什么的，还蛮特别的味道。我是觉得就是我妈她的，就我觉得她的适应力让我觉得很神奇。我从小就会算啊，她会的语言有多少个，就是比如说她可能会国语嘛，基本的就是国语、台语也会，然后还会自己的方言，方言可能有潮州话啊，或者是客家话啊。然后我小时候就会很怀疑说。我妈到底是哪里人？我搞清楚，我妈是闽南人呢，还是客家人啊，还是印尼人？到底是哪里人？因为那时候没有概念嘛，对，所以我那时候只觉得我妈好像会很多种语言，然后见到不同的人，她就可以跟用那个语言，然后跟她去讲那个家乡的话。哎，老娘喊，好。Hari ini kok ada waktu ke sini? Iya nih, soalnya di disuruh bawa seorang semacam makanan. Oh, mau rapat ya, buat makan-makan. Ya. Oh. Ya, mau yang mana aja? Ini masih ada nih, ada produk baru. Ya, yang produk baru boleh buat nyobain. Iya, ada produk baru ya. Ini kan cai hong ya. Ya. Ini kan natural. Nah, kalau ini kayaknya nggak pernah lihat ini. Iya, ini dari ini ketan hitam. Ketan hitam sama serikaya terus sama singkong. Enak nih. Singkong. 我们家吃的东西就跟南洋还蛮有关系的。比如说像甜点还蛮常吃到，特别是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妈那时候刚好有开店。然后念大学那四年在外面的时候想吃嘛，但是没办法回家，因为可能学校有事情。然后我就去市区找那个印尼店啊，然后可是我就吃那印尼店的东西，就觉得哎，怎么味道不太像，不太一样。然后甜点我找不到，对，然后后来才有发现，就是我妈做的甜点还蛮特别的，就是我可能去找什么凉糕啊、什么糕啊，然后他们都不太会有香兰叶的味道。这个是我的饭后期待。好，我知道，好吧。那我们请问一下那个若干饭吗？会的。要辣吗？好，要附什么？刀削油面板、调酱黄饭。刀削油面板、调酱黄饭。好，刀削好。那个黏料的话可以保存，就不用放冰箱哈。我们的娘惹糕可以保存到六天。对，这样米糕要超过三天哈，糯米会老化。因为娘惹糕这个东西在台湾比较少见嘛。
然后还蛮多客人会很好奇，我们这个是娘惹糕还是惹娘糕，他们都会问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娘惹这个东西其实是马来语啊，它是一个翻译，是牛娘嘛，牛娘就是有点像是在南洋的那个就是妈妈的那种意思，就是等于有点像是妈妈做的糕点。相对娘惹，娘惹是指就是土生华人的女生嘛，那男生的话就是叫做爸爸嘛，女生就是牛娘。娘惹糕它其实包含就是米糕类的啊，然后用木薯做的啊，用素薯粉做的啊，全部都叫娘惹糕。只要是妈妈做的糕就是娘惹糕。娘惹糕其实对他们来说算是他们的那个国民美食啊，比如说你今天去市场或者去一些比如说面包店，大部分都会有卖这些东西，特别是印尼啊，印尼最好找。是三民国小，那是我小孩子的就是母校了。以前在国小的时候，我三个小孩子都读这里了。然后小孩子在这里的时候，我都是当义工妈妈嘛，当义工妈妈到他们毕业。伊婷妈妈姚艳丽，伊本身对教育啊，对社会各方面的东西，她真的非常重视。啊，每个东西他都亲力亲为，所以该东西有当多的事情，因为去交代亲好教的老师啊，去交代亲好教的家长来问清楚。那许多安样的东西，仅是安尼新住民、安尼台湾人的一个表率。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二次邀请艳丽啊来到我们三民国小走安样的美食分享，我们非常的开心。我是觉得小孩子学音乐不会变坏。三个小孩子是有的学大提琴啊，南胡鼓那个打击啊，然后还有古筝啊，他们都有学。在反正在学校国乐是不用钱的嘛，对不对？不用钱啦、啊，他学国乐不用钱的，不用缴学费的啊。好、啊，那你给他学习那是很好的。谢谢我们的嘉玉老师以及我们 A 组第一个表演的同学。为什么我今天要请安尼艳丽伊婷妈妈来呢？因为吼，今日台湾安尼的新住民，新住民其实当到妈妈爸爸吼未知道，到台湾的社会地位好大比较不愿意走出来，让台积电分享。他也希望各位不要因为他们的身份的关系而影响到我们对他们的观感。基做按娘惹糕哈，你爱东西哈，引动嘿天然的做出来的东西长为好事。哎，提多些些爱坏紧紧动用，是啦，老人家吃到好很好事。很易讲，伊唔相信，伊停来吃，信一时地当好事，当好事，当好事，我讲三多。好，二十五，跟这个一片好。好，等一下。真的口感不一样。好，谢谢。啊、谢谢你哦。这一次怎么样？还 OK 吗 ？OK， 很好。上一次哈、哦还来不及过来，你就已经跑，因为已经全部都卖光了。对。我觉得这个分享很重要，因为你当初就是拿着你的拿手的东西来跟我们分享。新梦一啊，谢谢了，谢谢。已经跟妈妈做，跟我妈一起做差不多五六年了啦。然后那时候其实身边附近的邻居或者是一些经过的人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要开在这边？就是这边是香山哎，它不是市区。就是前面三个月的话，那个时候的营收都不太好，就可能连工钱都赚不到。开店之后就可能有些东西要问阿妈，阿妈最知道怎么做啊，或者是有一些流程啊。我告诉你们，安多人啦，我里在送安康片，安利好也是。
但平安没治疗，疗哩都没都搞哪里的，你就安厉害，刚来没赚到，今年都按税啊，没按销，没做，你做到六七样子，给按天变，变来变去变不变变到。现在如果全部的娘惹糕包含糯米类的话，全部有快要22种，对。那后来就是我们有再加一些那个台湾的食材，比如说新竹有擂茶嘛，所以我们有做擂茶杏仁的娘惹糕，然后有南庄，像南庄那边都会有桂花，那我们会把桂花加入那个娘惹糕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就多一些，比如说跟台湾的食材结合的口味，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22种，差不多。我是从零开始一直做起来的，做到我现在很多人很多客人在排队的。之前我还没有开那北埔店的时候。我在研究娘惹糕的时候，真的我这个我一想起来，我觉得我眼泪会一直掉，因为我那时候我就研究我的娘惹糕，好买很多材料，做好。我每天做每一道东西，我觉得不对，我要改善，要改善，要改善，甚至是我每天我只能睡3个小时。像我们做娘惹糕，其实它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因为我们娘惹糕像比较最多层的就彩虹嘛，它大概。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大概会有10几层。他要跟我一起做，要接叫我教他，他是真的很用心、很用功的做，我真的太感动了。起因就是因为我妈不想要他那个就是在北埔那间的店了嘛，因为她觉得做太累了。我当初是觉得说，如果我不做的话，我才会后悔，因为如果今天就是他不做了，那是不是这个手艺可能就没有人会接，或者没有人会传了？我是觉得他的个性跟我的个性是一样的，研究一个东西，一项的那个配方，研究不出来会在不断的在做，不断的在做，做不好就放在旁边又再重做，所以我觉得我很骄傲。我丈夫是安好笑啦。当好笑啦，佮爱食，佮最爱食是鱼啊，佮爱食鱼啊，海鲜类佮当爱食啦。啊，即个爱做买佮咪做买呐，爱食买呐，爱做买菜佮都要食啦。爱结婚过来，爱唔晓做啊，唔晓做慢慢学啊，慢慢学。要爱计，爱要帮爱爱做媒啊，爱做媒爱唔晓做啊，靠天花板阿妈，你咪做阿妈烧。我妈讲期待哈，期待系买好哈。有时些喊佮唔是做个惊，佮今日夹来做买了炒菜，佮木做看到冇买好啊。佮我个苏锦桥，苏锦桥是青色的，炒青菜佮切到一半佮，佮讲哎奇怪，一半冇黑，冇黑咯，冇黑咧，佮唔好菜佮冇去潮，本来识多呢。我切到个苏锦桥的妈，你都落就苏锦桥的姜嘿啊！我切就切到我前膜啊！哦，好好好，你好帮，唔是帮我哦，唔是帮忙，唔是帮忙，我切个咗，我切个咗。我炒，我那是冇炒下工啦，哈。姜啊，姜不出，今年吃不出。这边人炒好哈。姜不出，当好些。炒好，你半条水公公落下呀。嗯。落下就对了。姜上面高高哈，你姜上面哇好吃。哈哈哈。我妈说哈，姜磨牙齿，睇眼就磨唔会翘，姜牙都当唔会磨爱食啊掉，日日挨磨一半，佮煎到睇眼。难得给来到台湾，可能也做本嘢食。要不要到切个甜丝椒哈？要批到印尼介绍米托啊，当好食啊，要香诶。吃饭了，妈妈，吃饭喽。你要高兴的话，要不要喝个啤酒？好啊。其实我应该陪他喝一杯才对哈。你不能喝 ，sorry。哎哎。第一口是最甜的，然后再一大口这样。这样子最是最好的。是啊，这样。其他朋友是这样。你感觉都无强壮，我加来好哩。
我就转去我妈讲，我俩妹子是变黑呢，没我妹子的，佮看拢种变丑丑的，变台湾台湾妹的变丑的样。你要讲说，嫁得越远越幸福。啊，我初步讲，嫁好远的好。哦，很幸福哦，嫁得越远 越幸福，很甜蜜哦，我俩老公哦，讨了吵，他刚嫁过来时候，什么时候不会，什么都不会，他不会，他只会洗碗而已，但是他有去学，他有去烹饪教室啊，去学那个日本料理，我去学煮菜的时间，这个是在印尼，啊，我去学我去学台菜。药膳、日本料理、素食，我就去学做。莫先，我唔知夹个材料哪会买啊？唔知莫唔知要问嘛啥？莫然何问啊？要吃汤，要鱼汤还是鱼肉？都要。一碗吗？啊，对对，加汤。我冲壶开多，开好多哈，爱做鲈鱼汤半件食。你该夹夹送可以多一送一夹夹吼，可以啦，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吃稀饭，可以吗？可以有吗？你叫等等，可以，我应该吃稀饭才对。嗯，挑滚，但是好吃嘞。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是在开店，开那个超级商、超级市场，然后他也会过去帮忙看店啊，整理店啊这些。我就负责早上班的，早上班然后叫货啦，就慢慢学习嘛。啊，我们新竹市是24小时的，啊，中美超市第一届24小时的，那时候真的很辛苦啊。我们那时候是在金国路二段那边市场还没搬迁走，生意都很好，都非常的好。那怕搬迁走了之后，生意落差很多，就差很多。那时候是我大伯是在印尼，就想说。问我先生要不要过去，我就跟我先生说你去啊，没关系啊。我是到印尼去做土木工程的，我想说我一定要赚钱啊。那时候我去印尼之前，只有一个大女儿，二女儿才刚出生，他们赚钱比较快。在我觉得他带小孩也是天经地义，我出去外面工作也是天经地义，所以我们两个应该谁也没有欠谁。我赚钱，他带小孩，他把小孩子带大了，那我尽到我的责任，我把钱赚出来了，去了12年，就身上才可以存到一笔钱这样。那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台湾带我三个小孩子，啊，那就知道苦了。老婆，我现在想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家啊，每个小孩。老大、老二、老三，谢谢你照顾他们长大，因为他从小，他们三个通通跟在你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三个小孩，导致爸爸有离开你，所以爸爸非常感谢你，爸。把我们的三个小孩子全部都带大了，真的很谢谢你。
这里开个刀，开了今天一个礼拜了，刚好一个礼拜。腮腺瘤，腮腺这个地方长个瘤。你还会觉得有一点点落体哈、啊？嗯，有点肿肿，有点痛。哎，抽烟抽得太厉害了。左右边很早以前叫他哈，戒烟戒烟不戒烟。这个腮腺瘤几乎80%是抽烟引起，在男性的身上，80%是良性瘤。割下来的瘤哈，相当于一个小鸡蛋这样，一个鸡蛋粉红色的。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有年纪的。我只要闻到烟的味道，会窒息呀、啊，好像呼吸很困难，很困难。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他都在这里抽，结果他看完一出来，我说：“你在外面抽。”他每次都这样的。后来他看11:30，我进去房间要睡觉了，他在这里抽烟，他不知道我会出来，我也不想，没有，我想，奇怪，这边有烟味，给我骂。他看到一出来，他的香烟马上反进来，然后没有给我看到，你知道吗？我说，你又抽烟了，你给我出去外面抽好不好？我快窒息了。出院的时候，恐怖嘞，把你拔掉，贴个纱布这样子。他不是插进去吗？那么长，然后呢？它就有 一个球，这里它一直那个水就一直导流球就一直出来，你知道吗？当初3:30，他广播李朝元的家属，我女儿是用飞进去，我一进去里面，我的手是一直抖，不会讲话，真的我觉得真的很难熬的那一天。医生说是小手术，可是我觉得不是小手术，那个是蛮恐怖的。你说话叫我放心，那不可能的。儿子，你来一下看一下这个好不好？你过来帮我一下忙，这样子。哦，什么东西？那你就我的 FB 上面可能要上传一些东西，我那个比较不会，你帮我弄一下。你说你要 po 文哦，你要 po 哪一张照片？你要 po 随便讲。你说这张吗？嗯。你要 po 这个？不要，不是这个，这个很久以前的，要重来。还有，不是再下去，这些。哦，这个。好，你看，那你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吗？嗯。啊，帮我把那些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子。好，我帮你用啊。把这个先搬过去。这个拿过去那边。因为医生是说，因为他体重的时候伤口会裂掉，所以早上起来就是提早个15到20分钟，然后起来帮他移一下，因为他可能平常也要扫个地嘛，然后扫个地，他这样他也要稍微帮家里做一些摆设的。这个花盆再把它移过来这边，可以了。哦，来了，来大哥，你好，姚小姐的，姚小姐的吗？没关系，那我帮她进就可以了。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妈，那你看哦，我带你来拜观音妈哦。啊，拜平安。系啊，我搭拜来好厉害，我就买些钱，咁来搞观音妈供下来。好好，做大。啊，我好平平安安啊，我点做到好好啊。啊，平平安安哈。嗯，系吉利事哈。安江哎，然后给后连，去给后连庙拜土庙哈，古迹、古寺、古香啊，古迹、古迹啊，变成古迹啊，去给改进年么，日用啊，日用哈，系错，改进年么，你莫讲妈妈唔知啊，系啊，你讲妈妈真知啊，嗯，拜三莫开，拜四莫开呀，你三四莫开，噶你就安唔安咯，莫好做啊，噶三日我莫只要带眼去了。但我现在要行，个脚痛的带医生，安样嘛，就很开心了。人家做得太硬汉了，这里的庙做得很漂亮，台湾的很漂亮，印尼的不大漂亮。大拜也是要拜观音妈，要甲观音妈讲啊，要保佑平安啊，我就从有时木下阿爸阿妈阿姊妹拢仲平安都好啦，唔是讲一吞穿胎前买吼，平平安安都好咧。太平安，太感谢，平安过后，多感谢哈。当初
礼拜日哈都休息啦，就带些我出来了啊，我会带出来来别铺好哩，昂昂啊，行行啊哈，你看到陈文杰刚才看到就印尼店，天一摆都钱多钱多都落去。落去家己打招呼啊，吼！哎，然后两朋友，哎，变成好朋友嘛，就要做班呐、啊，做一啲班都兼来唱几首啊，唱几首讲阿姐，你做得搭班呢，哈，我讲好啦，我就搭班啦，搭班要拜拜六礼拜，我都要落来啊，落来我都做班，做起个一年一班，啊，兼来好哩，真好哩，买到当好啊，只问我讲好啦，嗯，阿英啊，好唔好？我隔日。咁多嚟，其實我希望你做定去，嚇、哦！我希望你咁嚟做，咁嚟管理緊店，嚇、哦！你都咁樣做好，我集集日嚇跌多錢，我一集日半年跌多錢咁樣嚇，我一集禮拜再來，啊來落來看啊嚇、哦！你買跌多錢，買跌多錢，跌多錢，你下起來，佢講好啊，即係咁樣做出來啊，啊不會是做多人難嘅。佢都講係講佢冇去做，佢一進印尼啊，一進印尼啊，大家識我進印尼，叫佢冇去做嘅。佢講嗯，啊，因為冇發拖啊，兩邊啊，佢冇去做一進印尼，我點都唔試佢嘅啊。啊，我啲講好啊，唔怕啦，我都設計兼進來，咁就我設計佢，啊，設計佢都慢慢做啦。耶，蛮红的。这茶米，一添到来，一添面，一添水啊。那你摸了东西，看不到。冬香哦，花生、芝麻，还有茶叶味没有？很香。来到北埔都爱吃奶茶，冬香，啊奶安叫啊，因为奶好。一本是为。我吃吃多了的吃家的奶茶哈，去做我讲哎，吃了是吃家做娘了噶吼，嗯，做得咯，要按好吃咯。欢迎来了哦，哎，所以今天都嘛有韩国来了。有啊，今年放假带阿妈来啊。因为我要领紧，我跟住转去吃我，转去泡嘛，泡好我冲壶爱吃杏仁呢，给人用个杏仁倒落去，我吃多。当好食呢，我就想，咦，好食哦！我就做那个娘惹糕，就是奶茶杏仁。哎呀，他是不会吃，嗯，谢谢，看不吃。好吃啦，好吃。哎呀，我最近而且是你那奶茶吃好哈，灵感来做娘惹糕做出来。我为你这个头糕娘哈，是因为讲。我妈妈抢伊个外劳，也是印尼的。哦，啊，因为我个时候在抢外劳的时候，我有懂懂问题，我都唔知呀，吼，都不懂。哦，就像讲，比如讲，佮我买物个贴花卡啦，物个呀，物个那个叫咩啦？啊，我就有人来我介绍讲，哎，佮有一个印尼店，吼，我就想讲，哎，安尼一个机会，我就过去。啊，过去哎呀，老板娘都很热情，吼，她就。他就老来讲东东哈，做一些事情啊，嘛该，就帮我解决了很多这个不请外劳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他懂得没懂多啊呢，很热心的一个头家娘，一个朋友啊。好，来，这个牛肉丸，面要加面吗？要面。这里就是以前我开印尼店，就是我在租这个房旁边。哎，对不住啊哈，太慢了哟。来吃咯，哎，来，会计变后生呢。后生老哎呦，老年没变后生，变后生呢。拜年都没人看不到人，都关黑的。哎，就聊，去针灸啊，去看啊。嘿呢，俺们嘿啊，就不唔闲啊，唔闲到位啊。出面，快点来吃。今日姐妹聚会啦，啊，聚会讲难得，我东桥，我厉害，离开北埔，离开几年了啊，就今日后强下来吃饭啊，来聚餐强下来吃啊。哎，那通事。
就是我看到天台那里啊，我就想说，哎，他有讲到那个，他用那个东西好吃的嘛，嗯，什么的贵啊哈，他讲到那一种，哎，我想说，哎，这个是谁？哦，我就打电话，我有那个电话，我就打。打都问他看啊，是哎，我说姐姐你是某某的那个什么李丽 J 吗？他说是啊，你是谁啊？后来他有空他就来先找我啊，哎呀，去我家找我、啊，因为很难得，我就马上去找他，很难得可以在这里这样。对啊，就是找40几年嘞，40几年嘞才碰到，没有想到他在帮忙他的，他看店啊，他家里开店啊，他帮忙他的，他帮我阿姨啦，他阿姨看小孩看店带小孩。也叫诶，家里蛮单，家里蛮单，分店。妈，吃饱了哈，吃干来带你去啊，四连步哈，好吗？好，好。我太水耶，太水啊，你不要。我吃干没带到二三呢，连我带阿妈来了诶。哎，谁连阿坐来？有时间吃饭。哎呀，来，妈，阿连你坐来呀。丁香小鱼干呐、啊，丁香鱼呀、啊，丁香鱼呀、啊，系啊，起先么？哦，这个，装一罐一罐的哟，系啊，太好了。啊，连做那丁香鱼哈，更香啊，更强。哎，那不你起先？哎，好啊，好啊，来炒的啦。嗯，啊，连炒的。起先嘿，放我先来头丝，炒辣椒、蒜头、米那样炒。哦，好食吗？好。要贴汤吗？不会啊，放饭哈，好吃哈，好吃哈。第一次看到他开印尼店，看到就说啊，我以后可以有印尼的小吃啊，或者东西可以买来自己煮，很开心的，还不错。我又找到我家乡的口味。后来每多年，他就去新竹开店啦、啊，啊，我们就很久才见面一次。他是蛮厉害的哦。台湾女强人不是印尼女强人，你们她变成台湾女强人，她做的版的还可以，还不错。做早餐很吃哦，我妈妈早上是吃素啊，所以我就煮素的给她。一定要煮稀饭吗？我马上那个用电锅就好了。医生叫他说一定要吃一些蒸烂的，因为这个我准备中午的，一起准备中午的。哦，准备午餐。因为我等一下要去上班了，他在家里呀、啊，他要帮我做家事。以前是几乎每天我们都在家里吃饭了，没有外食。那现在因为我开店了之后就比较忙，小孩子也长大了。就简单的吃这样的，这个蒸蛋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吃的。然后来到台湾，哎，我们台湾这里有加咸蛋哦，所以混合台湾很好吃。我们台湾跟印尼，我们常常吃的，以前啊妈妈常常做给我们吃的，这小时候的那个回忆。这里很多了，没有那个没有，好一点。我里面有鲍鱼。可以了，太多的话会早上不要那么大。那你等一下，这个给我。等一下，我会收。嗯，给你帮我收起来。但是还在加热，我就不会加热了。好，等一下你收起来。再蒸一下。对，现在就可以。那个烤，等一下烤地瓜也用那个，差不多好了。爸，我要出去，我去店里面了。嗨。嗨，早餐吃了没有？吃了。吃什么今天？今天哦，吃隔壁的拉雅。你现在做什么？现在你看啊，啊，做香兰的、啊，蛮烂的，蛮烂的啊。你看一下，现在是应该要那个旁边的那个，它的香兰还没有那个，还没搅好哦。好，等一下我拿东西。那个，这里已经开始煮了啊。嗯。哦，它真的已经出塞了啦，那叫了，哭也哭过了啦，哈、哦，它哭也哭过了啦，该苦也苦过了啦。那现在就慢慢慢慢再看能不能再研发新的产品出来啊。你的水滚了没有？还没有，刚煮哦。刚煮哈。好，这里差不多了。那个塔兰糕还少18片，你知道吗？我知道、哦、已经在蒸了。开这家店，很多人以为说哦那么好，马上一开就很成功了。他不知道我里面的苦，我里面的辛苦。艳丽哈，他们
跟我女儿这方面呢，两个人做得很累，我希望是能够早点休息，早点回来。这是每一个当父亲的希望，不希望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女儿有这么辛苦这样。爸爸喜，我们家先生喜欢吃海鲜，都会来这里看。就想吃海鲜，就会跑过了，会来这里买，顺便去楼上吃。妈来看一下，看要吃什么鱼。老娘，好久不见哈。你们要买什么？看一个，看一下虾啊，虾啊，鱼啊，哎，这什么鱼啊？这肉鱼，这是肉肉筋啊。这是毛啊。肉筋，黑肉筋爸爸，你开刀你不能吃虾，他们说你不能吃虾。谁说的？医生有没有说？没有啊。都可以吃吗？不忌口的啊。这有公母，这比较小只。有公母，比较小只。虾是这个有蛋黄。虾膏了，这叫做膏了。这蛋。对。大家都因为泰国虾的价值就是它在它的头。等一下，再回来再买就好了。哇，不杀一个。哦，很大哦。不要吃太多，这个生的，吃一个就好。妈妈干吃，生的干吃啊！我吃一个，我吃一个。咸吗？这有咸咸的哦，没有很咸喽。很咸喽。嗯。谁要干吃？阿信，阿信，阿信喽。阿信，阿信啊！嗯，好吃哦，好吃，好吃。给他试试没关系。好了。没有腥味。没有腥味，这个是吃的。真的没有腥味，它真的没有腥味，很甜，又甜。对不对？很甜，对不对？没腥味，对不对？要买楼上应该有人家帮人家，可以帮可以带煮。就我们大家要一起吃了。今天我们来庆祝爸爸哈开刀很顺利哈，还有阿妈下个月要回印尼了，来半年。因为大家都很忙啊，难得今天可以一起出来吃，弄个餐啊哈。那要吃虾、啊。你要小的，大的给我。妈，我把不认识啊。那医生叫你做什么运动？你的脸。对啊，那医生。那个复健的。是啊、哦。要不要做表情？有。做表情。你有做吗？有啊，当然有啊，做好几个表情，还按摩。你要吃什么？虾，那因为我们能够一起吃饭的时间比较少，因为所以其实今天这个时间还蛮难得，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还有阿嬷一起吃饭，对，然后在阿嬷要回印尼之前这样子，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聚餐，还蛮难得的。你这次有没有很开心可以一起吃饭？开心，阿嬷吃饭你请我吃啊，然后呢？开心才开刀啊。已经好了啊，我要回家了。我们家里生病的时候，晚上是我们家爸爸照顾小孩，所以我就想这样。当然他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也是好好照顾我们的那个大王啊。回馈，要回馈啊。啊，不过嘛，一看开出来暗藏啊，哎呀，你要给先的拆下来了哈，那给你哈叫爱复健呐，啊，你爱复健爱按摩啊，那没办按操心嘛，好爱操心操心，那真个爱操心到好，行爱下磅八日热好行一份开价热散，还会操心事哦，冻心真个阿心肝要按乱啊，那希望会夹夹好起来。这段时间你辛苦了，那平常我不会跟你讲，只是其实我想让你知道说
我其实很爱你的，谢谢你辛苦了。妈，我想跟你讲，就是其实你养育我们好几年，然后其实你的辛苦其实我都看在眼里，那我就想说就是这间店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就是我可以为了你做一些努力。老婆，我很爱你，老婆我们都很爱你，谢谢你照顾我们一家。